打包光包，楼高就住闭密道路里，你那耳朵听到能够一生到好无量不起功德。哎呀，哥哥们不是呆呆这个道路里功德喽，哥们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、阎王菩萨、玉皇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大乘经典都讲了给功德喽。那么我也有念，我是念一句，那也念一句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阎王菩萨。南无玉皇菩萨，南无玉皇菩萨，南无大宝光宝，南无大宝光宝，楼阁修筑毗弥陀罗尼，楼阁修筑毗弥陀罗尼。啊啦啦，给高兴你哦，年岁又年几句啦，包括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。这个诸大菩萨功德都在内了，这个佛菩萨名号了都是以德庄名。阿拉当下印度佛门就可以说念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不是我自己说念着，一切众生都可以说念着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不但是种树根，永远永远菩提种子下去了。哎，这个生印度，宁在娑婆，心诵极乐。再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